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关心我女儿约会的进展了。怎么样，手环还好使吧？你还提手环呢？你哪弄来的呀？取都取不下来，竟然还趁我睡觉的时候给我戴上。你就说他怎么样吧。我洗澡去。哎哎哎哎哎！哎呀，你听我说嘛，女追男呀，就隔层纱，女人。 该出手，他就得出手，咱们要把恋爱的控制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哎呀，妈，我只是说他长得还不错，我又没有说要跟他在一起。你不是说他帮过你吗？现在善良的帅哥稀缺，你得好好感谢你妈，给你这个手环。你这手环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？ 你不会是被哪家伪科技公司给骗了吧？秘密，不说算了。你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上次就是这样，涨了10%。我现在怎么没反应呢？ 是不是你太紧张了？嗯，我不紧张啊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我们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？同样的酒店，同样的房间，那再试试。 还是没反应，那你试试。 你傻乐什么呢？哦，个笑话，看了个笑话。老妈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觉得不错，就得好好把握。明日约会提示：庆霞玉河谷露营。露营好哎，荒郊野外。 孤男寡女。<笑>那个，昨天……哦，没关系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为了进度嘛，我懂的。 想当你没有办法，怪我学不会表达。嗨，小狗吃我吧，干嘛？我给你的爱，我真心好像进沙子了。那我们出发。 哦，这是对你的一生的牵挂。我给你的爱，你当我作秀的吧。我和你的坏，是不想几分尴尬。我的你的爱。
休息会儿，我打扰吗？露营就是要自己动手才有乐趣，我来帮你。我想你懂得，我对你的爱不只是作秀的吧。我想你明白拨通心灵的密码，我给你的爱不会就这么作罢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这个帐篷破了一个洞，晚上下雨怎么办呀？你等我一下。好吧，这个胶布防水的，下大雨都不怕。老妈，我尽力了，这哥们不开窍啊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好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认输。干嘛？我害怕。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你听，外面有奇怪的声音。哪有奇怪的声音啊？就是有，你听嘛。哎，你灯开那么亮干嘛呀？哦，我在看书呢。看书啊？看什么呢？给我看看。我书刚才还在这儿呢。找不到了，我帮你找。不要，我自己找。快出去吧。我害怕。你不出去，我出去。哎，你要出去也是你出去，这是我帐篷。然后呢？你往那边去点。你把灯关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怕黑吗？才怕。你真的？我为什么紧张？你很困吗？没有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黑只是一种颜色，世界上
有许多美好的事物都是黑色，星空、葡萄、燕子、金鱼、孔雀。30分钟内到达瑞博拳击馆。约会上次。心跳很快啊。没有吧。敢整我就别怪我反击了。你不带护具啊？用不着。这么嚣张啊。来吧。我这优秀的条件反射。来，再来。算了，女人得示弱。来，让她一局。江南，二号，我给你打。来啊。玩玩，你下那么重的手干什么？是他先对你下重手了。来，继续，来就来，谁怕谁？土教练，你电话响了，你接电话吧。我俩就是闹着玩。我也可以和你闹着玩。哎呀，你万一有啥事儿，你快去，先去忙。那个教练看起来很关心你。他就是个热心肠。我从你的反应来看，我就知道你是个练家子。为什么要让着我？我也不是故意让着你的。我们武林中人嘛，习惯保持低调。金江南，你在我面前能不能不要再穿那身重重的铠甲？我想看到真实的你。要死，突然搞这么煽情。女孩子嘛，学两招防身术很正常啊。你这下意识的动作你就不正常。你真的想了解？江南，这么晚了，方案明天再做吧。没事，张总，我马上做好了。你看你来公司这么久了，我请你喝一杯，咱们聊一聊你转正的事儿怎么样？啊，张总，方案我回家再做吧，我先走了。走啊你！啊，张总，张总啊，张总，张总，啊，张总，啊，张总，张你没报警。我第二天就去举报那个领导了，但是 HR 说需要证据，那个人绝对是个老手，他提前把所有的监控都关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成了武林高手了。哎，还有人呢。阿浩，哎，还有人呢。
阿浩，你怕黑啊？没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其实黑只是一种颜色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是黑色的，比如说青叶、葡萄、燕子、鲸鱼、孔雀。小安，你在这儿啊？老师们都在找你呢。走啊，老师叫集合回家了。我不敢，我怕黑。黑只是一种颜色，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是黑色的。夜空、葡萄、燕子、鲸鱼、孔雀。你胡说，孔雀是彩色的。也有一种孔雀是黑色的。没有。有，你相信它就有。怕黑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现在很多成年人都怕黑。谁说我怕黑啊？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。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会是他们？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孔雀是黑色的吗？你转过去。干嘛？转过去。我。你不能转过来啊！听话啊！老板，来一份。好臭啊！吃一口。我不吃。吃一口。不吃。是不想。看人家手。看见不？请二脸下手。你今天必须要吃掉它。不要不要，好臭好臭。不要吃了。连口味都一样。你要什么呢？你赶紧给我解开。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你要是吃一口，我就给你解开。哼，既然这样，我只能用我的七成功力顶开。哎，阿浩，家伙，你耍赖！安总，你找我？对，你帮我查一下金总的第一份工作在哪儿，把那家公司老板的背景、家庭情况、私生活通通给我查一遍。好的，安总。不过好像创始人被调，不需要收集这些吧？照我说的办，这件事情保密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安总，您让我查的这人叫张超，是个职场骚扰的惯犯。我把受害者都联系了一遍，终于有三位愿意出来见面。你不说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女孩会被他伤害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查到一段视频。我跟我男朋友要结婚了。我们会保护你，绝对不会透露你半点隐私。你应该也希望他得到该有的惩罚吧？无所谓，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想再提了。不提不代表就能忘记。不可能有视频啊，他们说根本没有监控。不是监控，这种变态总是会偷偷录一些视频当做自己的战利品。可是我什么证据都没有。我知道你好像在找工作，我可以帮助你，你别害怕，受害者不应该感到害怕，感到恐惧的应该是他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希望他能打开心结。没想到在这儿也能碰到你，看来你也很喜欢吃臭豆腐啊。那当然。啊，好嘞。他终于遭到报应了。什么事这么高兴？
好事，大快人心的好事。说出来让我也高兴高兴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看到坏人被绳之以法。伤害过你的坏人吗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我的身手你又不是没领教过。哎，你要不要尝尝我这个？我这跟你那味儿不一样。那你尝尝我这个。嗯，行。真想现在就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啊！算了，也许他早就忘了呢。要么见面再说。你快安排呀！明天19:30，花样西餐厅烛光晚餐。你可真是我的小宝贝呀！安总，您为什么不告诉金小姐张超被抓的事儿呢？她要是知道，一定会很感动的。不是为了讨好她。哎，对了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个我要送给我一个朋友，你看看他会不会喜欢。这太漂亮了。不过这个款式好像是金小姐的一个前男友设计的。对了，我待会重新选一个，你去帮我拿。送到哪儿，我会再联系你。好的，安总，等一下。乖了。我好像很少看你戴首饰。怎么？你很喜欢给别人送首饰吗？作为投资人，我有义务了解创始人的方方面面。可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的了解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们见面本来就是个任务，安安静静的吃完，然后各回各家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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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我其实怕黑。我早都看出来了，你看，其实说出来也不难吧？你说，人只有在自己小时候，才能大方地说出自己的恐惧。是啊，这就是成年人的悲哀。刚刚你问我为什么很少戴首饰，其实是因为你做珠宝设计的前男友吧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调查我？这都是金鸟公司做的调查。也无所谓了，反正那个人不值一提。其实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我对纯金过敏。安总，金小姐，退了吧。啊，为什么？哎，这个是送给我的，是安总送给您的。那安总，金小姐，我先走了。你这个也太好看了，谢谢你。可你不是。这是你送我的第一份礼物，我怎么能拒绝呢？
送给你。杨老师找了一下午的区别针，原来都在你这儿啊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别被杨老师发现了。那我也送你一朵小红花。真香啊。春天落叶的星星，我也哭着想着你，今生的相遇到现在还没有停息。这些的礼物总结不算不出的距离，心里的大雨忘别了烟花的绚丽。金佳楠，你不是三岁小孩了，怎么还上头呢？淋着雨想起那段回忆，我突然胆小的害怕下雨，甚至是不好的天气，躲在角落里想丢掉魂魄的躯体。真好看，是送给我的。我突然胆小的害怕，可是我不能带。像我的哭泣，不安的情绪会折磨着我。安总，这些文件需要您签字。下午2点，西门科技的李总约您打高尔夫。3点半和王主任有个会。4点半，智云科技的 Lisa 约您下午茶。5点，总公司那边有个投资会需要您去参加。6点，财经杂志论坛的演讲稿我已经给您准备好，发送到您的邮箱了。取消。什么？今天所有的行程全部取消。您有别的安排？对。那需要我帮您安排吗？不用了，放你半天假，不要总是天天想着工作，偶尔也需要点时间享受一下生活。那谢谢安总。是吧。你倒是快安排啊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金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来这吃土啊？什么吃土啊？哦，我以为你也是吐司呢。小彤，你给我好好说话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土豆人。什么土豆人啊？哎呀，我不允许你不知道土豆人。走走走，我带你去碧仙。你请问下届超新街舞赛您还会继续参加吗？那要看他们是不是继续请我当评委了。有网友说这一季轻松比你更适合总冠军，这个问题怎么看？这个问题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。听说您最近正在排练新的节目，有没有兴趣跟粉丝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呢？看我这边烫了。这个保密，不过有一点我可以透露，主题是关于臭豆腐的。可爱吧，我们土豆最优秀了。现在小姑娘都喜欢这款啊。她要是能在我们平台直播就好了。她现在在哪个平台？这么火当然是在小红帽了。辛苦大家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哎呦，怎么停？都让进去了。金总，留个签名合个影嘛，来都来了。我还需要他的合影啊。土豆老师，您的前女友 Lisa 在网上抛出你们的合照，高调求复合。有些网友说是他在蹭您的热度，也有些人说是你故意炒作此事。请问您能回应一下这件事情吗？我土豆还用炒作吗？肯定是某人在蹭热度。这个问题我不予置评，不过你可以问我在爱迪生的经纪人。经纪人能回应一下吗？我不是。那个，退后一点。我说你们无不无聊，谁会用这种事儿炒作？谁搞出这种奇怪的事儿，你们就去找谁。还有，我说你们这些记者，你们是不是缺少一点基础的判断？哪个求复合的人会天天在网上瞎嚷嚷？这合理吗？这科学吗？那您是在暗示是 Lisa 在蹭热度是吗？哎，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啊！你要是敢乱写土豆人一句话，我一定告你。
走。哎哎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哎，这条新闻从昨天四点发布到现在，日浏览量接近100多万次。这么夸张？宣传已经在准备物料，准备再添把火了。喂，李总啊，对对对，是在接触投资啊，好好好好好，那我们明天约在您公司再碰。喂，王总啊，对对对，普通人，我们再聊。5000万10%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具体再碰。好的好的，再见王总。金总，您真的要签土豆人吗？现在豆粉都要把您骂死了。骂我干什么？不过以后豆粉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骂两句死不了。金总，嗯，小红帽给我们发律师函了，说我们散播虚假消息，恶意竞争。看来我得找这颗土豆聊聊了。土豆人？怎么不叫马铃薯？全网最火的街舞艺人，亚洲超星街舞赛的年度总冠军，身高183，有颜值，有腹肌，风趣幽默，亲切和善，被称为新晋国民老公。是他。土教练。还是应该叫你土豆人。金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有意骗你的，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教练。是吗？你好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土星，声名舞者。金佳南，爱迪生直播 CEO。金佳南。我们又见面了。这位是，我是她男朋友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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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严格来说是正在被迫尝试相处的相亲对象。你好，相亲对象。他好像没说要赶你走。放手？不放又能走？我让你放手。昨天要不是你拦着我，还不知道谁上的跟踪呢。是是是，那肯定是他呀。你那么厉害，你要是把他打伤了，我还怎么签他呀？你真要签他去爱迪生？石头试试啊。对公他是当红流量，签他占便宜的肯定是爱迪生。对私呢，大家也算是朋友了，说不定他能帮忙盘活爱迪生呢。算命打得不错。那祝您签约成功。哎，衣服，这家伙吃起醋来的样子倒有点可爱。李小姐，我们又见面，叫我佳南就好。我有事想找你聊聊。艾米，放一下爱迪生的数据。我认为爱迪生还是很有潜力的，他们的直播内容已经走出了娱乐还有购物的范畴，赛道独特更垂直。我认为我们安总什么意思？我要投的是我们曾经做的。公司遭受了多大的损失，现在你又要投，有这样抢项目的吗？谢总，我提醒你，你那是恶意收购强取豪夺，你这样会坏了私行在圈里面的口碑，以后还有哪个创业者敢找我们投资呢？安总，你是第一天在社会上混吗？给我讲什么价值观？这就是市场弱肉强食。难道这些创业者心里没数吗？资本给了他们套现的机会，
倒是你，你和金家男是什么关系？再说一遍，我说，你拿公司的钱欺负家用，我可以为公司的每一笔投资负责。我看的是现有的数据和未来发展的趋势。说的真可笑。爱迪生有什么数据？就那点估值，你投进去，谁敢接下来？好，就算慢慢陪他上市，八年、十年，你怎么退出来？没有 DPR， 你怎么给其他股东交代？安总，谢总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爱迪生现在用户量和日活数据做的都不是很好，我看我们还要再观望一下，是不是？那不头里的钱不打水漂了吗？对，咱们的钱是那么容易赚的吗？我吃不到，你也别想吃到。土先生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我想邀请你正式入驻我们爱迪生直播。不是已经入驻了吗？我的经纪人。你没开玩笑，你同意了？那天对外官宣你是我经纪人的时候就已经同意了，大男人说话必须一言九鼎。那天是我有点激动了，我不应该随便发表一些个人观点。我很喜欢你。嗯？你的观点。啊。陈经理。土经理什么意思？过河拆桥是吗？想想你是怎么哄的，给我这点解约费。打发叫花子呢，我们法庭见吧。OK， 我不介意法庭见，不过你和 Lisa 那些事儿我都有证据，咱们好歹公事一场，我想给你留点体面。你要是再胡来，我不介意奉陪到底。看来现在我真的要换新经纪人了。你不愿意的话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那我还有一个要求。签约费可以谈。只不过我们现在财务上有点紧张，能不能？不用签约费。那你要什么？我的直播。只能由你来负责。好，没问题。这是一场冒着热水的游戏，无法逆袭。这是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游戏。我起码还在结婚呢。看不见，我来的糊涂。我不想逃，我什么也不想知道。我什么要值得看这一醒来的孤独，一天比谁都辛苦，你天生具有吸引力，一直出现在梦里，默念着注射嘲笑着，原来我毫无抉择，虚伪的鼓励的逞强的笑着。你幼不幼稚？人家可是职业选手。我也就是随便锻炼一下而已。弱就是弱，认输就好了，何必坚持？哎，不能拿你的专业刺激路人哦。谁是路人？对啊，路人。路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老板您来了，老板直播间太炸了。
你看，这现在这么火，现在粉丝都过节呢，最近跳 popping 很流行的，昨天的下载量又多了几十万。几十万？黄总，爱迪生是个潜力股，你看它的内容非常符合政策现在对内容产业的倡导。传统的手工艺，年轻人喜欢的国潮，街头的艺术博主，能做出这些内容的博主在市场上都是很稀缺的。这些人对爱迪生价值观的认可，就是爱迪生最深的护城河。这个动作既优雅，这个是又不是女生味，很眼熟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最近很火的那个街舞真人秀的总冠军，没想到爱迪生还签了他。其实爱迪生的博主可以说是藏龙卧虎，比他有意思的那多了去了。嗯，有意思没有用啊，还得是这样的流量艺人才有商业价值。流量艺人迟早会过气，只有独特的文化会沉淀下来，成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。没事吧？啊，还好，这边没事。先播到这儿吧。时间还没到呢。到了，我是先走，拿好，拜拜。这玩意儿摘不下来吗？对不起，我又迟到了。没事啊，我知道你跟土豆人去跑步了。这么关注我啊？啊，我累了。啊，我也好累啊。你这算什么魔法？别跟我装疯卖傻，兄弟没有尴尬。啊，你放我下。今天想快速。嗯。软弱却不会表达。嗨，小狗是我吧？我给你的爱无尽是多久的。你要是把我画丑了谁得负责？负责我懂心灵的密码。我给你的爱不会就这么。你画好没有啊？你给我看看。没呢，艺术品嘛总是需要时间。我给你的爱你当我作秀的吧。你这画的什么呀？小学生都比你画的好，把我画的跟个巫婆一样。这是神奇小斗篷，可以保护你不受任何伤害。这画怎么这么熟悉啊？你画的是啥呀？我又不是女巫。这个是给你的神奇斗篷，可以保护你不受任何伤害。你是小安，你是不是改过名字了？我记得你以前不叫安浩，叫安太天。原来你还记得我。我给你的爱不只是作秀的吧，想你明白我懂心。这才是我眼中的你。我给你的爱不会就这么作罢。来，给你弟弟。千万别告诉阿姨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刚刚问哥哥又借了50，走，我陪你去买新书包。可是我丢的那个书包是旧的，买新的话我妈一下就发现了。我有办法，走，我们踩踩就变旧了。
你的直播是下午三点。我知道，我上午没事儿，就想和你待在一起。可是我有事儿，我很忙。没关系啊，你忙你的。你这么看着我，我没办法工作。为什么？我无法让你专注吗？不是，好了，逗你玩的。早餐如果吃了的话，就当下午茶吧。谢总，刘总已经来这堵了三天了。这家伙真是阴魂不散啊。这样，我出去待一会儿，他走了告诉我。谢总，您去哪儿啊？刘总，我本来就是要投蛇妖元宇宙的，我这合同都签了，我听了你的忽悠，我把合同撤了，我赔了几百万来给你玩啊，现在你给我套死了。套死了，你说怎么解决吧？刘总，这事儿怎么黄的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安浩他逼我说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现在也不是没有办法，爱迪生，我有办法拿下。你台都漏了，你还忽悠呢？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们俩干嘛呢？我都说每天拉伸十分钟，哎呀！你接近他到底什么目的？目的？我欣赏他不行吗？不行。你吗？这是一个机器安排的相亲对象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。远一点？怎么样才叫远一点？我现在是爱迪生的头号主播。江南是我的经纪人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不可能离他远一点。好啊，直播以外的时间不许你出现在他面前。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江南，他是个工作热爱狂，我怎么可能不和他见面？告诉你，被这个手环绑在一起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江南在一起？爱迪生都这么困难，你又帮上什么忙？我怎么帮他是我的事情。再说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一个外人？我只是提醒你，我们俩都有机会公平竞争下。你试试。干嘛呢？我想拍给我妈看看，让她知道她女儿多抢手。安总，你想卖你的股份？我只是抛掉我手里面的一部分，就这一部分已经足够你垫脚。我给你考虑的时间不多，一天之内给我答复。不错，我之前是想买你的股份，这样我就会成为四行最大的股东。可是现在我不需要了。你又想玩哪招？我已经得到董事会多数席位的支持，等开完董事会，我就是下任董事长。就算没有你手里的股份，我一样是四行的老大。董事长也只有一票否决权，你要是想投任何项目，那得拿到超过半数的投票。我如果要是不同意一个项目，你觉得你还会拿到四行的投票吗？五千万买你所有的股份。我的股票市值五个亿。市值归市值，你很清楚，变现才有价值。安浩，你我在四行可谓是楚河汉界，平分秋色。等我成了董事长，你认为有多少股东还会站在你那边？
这张卡拿着吧。你不用给我钱了，土豆人来了之后，现在艾迪生至少可以盈亏平衡。但是他现在带流量，万一过气了呢？呸呸呸，你可别诅咒土豆人，他现在是艾迪生的财神，我可天天供着呢。那你还是找个人给他做直播吧。我亲自负责他的直播，写在合同里的，我可赔不起。还好没在公司吧？你怎么那么怕他？别看了，他最近不怎么来公司，也不知道在外面忙些什么。谢总，你不能干等着爱迪生他自己倒闭，你得使使劲儿啊！不急，现在急的是他们。坐。安浩已经主动找我卖股，那你买了吗？我给他开了一个他不可能接受的价格，估计七天。他不能卖给别人吗？不可能，慈航内部有规定，一定期限内的合伙人的股份只能内部消化。慈航里能吞的这笔股份人，除了我还有谁？谢总，他们有土豆人，外面多少资本等着给他们输血呢？那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这类人，谁敢真金白银的往出投？那下一步我打算怎么办？下一步啊，挖墙脚。找我有事？土豆先生，我就开门见山了，我希望请你重新回小红帽直播，条件你来出。找我经纪人聊。咱们两个现在已经面对面了，土豆先生连自己的决定都做不了吗？如果你想听我的回答，那我的答案就是谢谢，请回吧。土豆先生，要不要先听听我开出的条件呢？我不缺钱。好，我可以给你爱迪生直播给不了你的资源，因为和小红帽比起来，爱迪生不过是一只小蚂蚁而已。我都说了我不缺钱。三年 ,1.5 个亿，还有每年2000万的宣传费用和20人的专业宣传团队。我可以把你打造成全亚洲。啊不。我可以把你打造成全世界最顶尖的街舞大师。谢谢，我不需要报酬。你考虑一下，我等你答复。佳南，好久不见。你干嘛？他给你开了什么条件？你猜。你答应了？你再猜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答应了就是违约。可他给的价格远远覆盖了你的违约金。你真的答应了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？我对钱不感兴趣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？你。我先回公司了。哎，等等。你的抢单旧了，这是新的。送给你，谢了。你凭什么坐这儿？我没想到土豆人对你这么忠诚，
不过你别担心，我对土豆人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因为在我眼里，土豆人的流量不值一提。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回心转意。做梦！如果你来是想谈这个，请你离开。那好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爱迪生。我可以投资爱迪生。你没有资格。佳楠，我做这些只是希望弥补我之前的过错。弥补？你真是一点儿都没有变。如果你真想弥补的话，就不会去挖土豆人，因为你觉得土豆人就是我的底牌。理查德，我告诉你，就算爱迪生倒闭破产，我也不会要你一分钱。佳楠，生意是生意，收起你的生意经，请你离开。佳楠，我刚才提出的条件永远有效，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。你都听到了，这就是他想收购爱迪生的原因。他想向我证明，他当初选择背叛我是正确的，而不是因为爱迪生有价值。我相信爱迪生的价值。可是你之前说过，爱迪生根本不值得投资。那是我之前的看法。我又哭着想着你。对不起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爱迪生是我的事儿，不是你的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五千万什么时候能给我？你急什么呀？被追债的不是你，现在他们已经给我下最后通牒了，这个月30号之前我要是再还不上，他们就公司举报我了。他们就是吓唬你，你进去了钱谁还？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们有时候会杀鸡儆猴的找个靶子，现在我就是那个靶子。老刘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敢挪用公款去做呢？你给我在这儿装好人，你为了上位干过什么缺德事我不知道吗？小声一点，我不是也在想办法，要不是土豆人挡道，这事早办妥了。刘总，你陆子野给我出出招。就想拿我手干脏事儿，没门儿！这话讲的互相帮助，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5000万不是个小数目。人把那小子资料放了。我就说嘛，有老刘出手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，随便卸个他的胳膊腿，看他怎么办。安总，你不能进。他来干什么？找我有事啊？1亿，上次谈的股份全部给你。哎，看来安总最近很缺钱呢。5000万？8000万？只有5000万。好，5000万，我今天就要。果然是。安总好大的脾气啊！
谢总，你给他们这笔钱，不就等于在给爱迪生输血吗？这点钱救不了爱迪生，扔进去只能打水漂。可是他们还有土豆人呀。土豆人蹦跶不了几天了。什么意思？有些事儿你知道的越是多。你别偷懒，你的吐司还等着你的视频作品呢。Dancer 也是人呐，我也需要休息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快！我决定参加超星街舞大赛第二季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要做艺术家，再也不参加真人秀了吗？我想帮你，爱迪生现在需要流量。你是因为这个才要报名的？我就是想帮你，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土星，我必须跟你说清楚，我有喜欢的人，而且你也知道他是谁。我不想利用你对我的喜欢，让你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。我突然就是觉得真人秀也挺有意思的。作为你的经纪人，我不允许你去。那怎么样才能同意？5000万！哎，你去哪儿？阿浩，你搞什么？怎么是你个人账户转过来的？我要转行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投资人重新个人创业，不行吗？我马上就是爱迪生的合伙人了，你打算给我安排个什么职位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江南，你是对爱迪生没有信心，还是对我没有信心？所以，你是认真的？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。大哥，啥时候动手啊？别急，先摸清他路线。车准备好了吗？那我趴不进。从今天开始，安总正式成为我们公司的投资人、合伙人。之后，安总会负责我们公司的市场战略规划。大家欢迎。我这个人喜欢赢，讨厌借口，也讨厌情绪。爱迪生有品质优秀的内容，也有美好价值的倡导，但之前的赛道已经不足以支撑爱迪生下一步的发展，所以我决定开拓一条新的直播赛道——真人秀类直播。土豆人的直播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，之后我们也会签更多的艺人，发起各种时尚运动，比如接球、冲浪、滑板。我们要让年轻人知道，爱迪生就是最酷的直播平台。大家有信心吗？有。我发现你们资本家就是有画饼的天分，士气很重要啊。气氛是拱起来了，但是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怎么，你是怕我下不来台？怎么会呢？我对我们安总有信心。我们现在最好的一张牌就是土豆人，但并没有发挥最大的优势。我要给他造更大的势，让他成为一张王牌，为后面签约的艺人打个样，让他们看爱迪生平台的实力。听起来有点道理啊。听起来，去把土豆人找回来，我会给他请最顶尖的摄影师给他拍一组大片。下周我会让他出现在当季知名杂志的封面上，热搜我也会跟上，到时候我会让他在全网高调亮相。你突然对土豆人这么好，我有点不习惯，
你们两个。我这是为了艾迪生好，也为了你。这几天拍的太爽了，感觉把一个季度都拍完了。辛苦了，我的大明星。哎呦，我好像有文件忘带了，我去拿一下。等我一下啊。你来凑什么热闹？我现在是爱迪生的合伙人，也就是说我是你的上司。现在大家都知道爱迪生不赚钱，你就不怕你的投资打水漂？这不用你操心，你只要乖乖听话，我就能让爱迪生赚钱。我可没听你的话，我只是在帮佳楠，只要他想做的事儿我都会帮。虽然生活上立场不同，但你工作的态度我还是很欣赏。先走了，别高兴得太早，笑到最后了才是赢家。阿浩，人呢？走了，上车吧。好。今天辛苦了，你想吃吗？吃我们长卷那家吧。好，行。嗯。那是土豆人吗？是的，是的，跟上。好黑呀、啊！报警，发定位，土豆人不能有事儿。你在车上等我。等等，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？我们进去找找吧。好。往近点。喂，都让着。哥们儿。哥们儿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们也是收钱办事儿，对不住了。谁派你们来的？瞎叭叭啥呀？整江湖规矩吗？别害怕，我干活呢，干净利落。你留个电话，我们出城之后会有人来救你。我的任务就是泄你一条鱼。不过呢，我给你个选择，留胳膊留腿，你说句话。同意就点个头，咋呀？困啊？妈嘞！忍住啊！大哥，你没锁门吗？站住，别过来！别瞎叭叭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你们现在走，我们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报警吓唬谁呀你？我告诉你们，别多管闲事儿，滚蛋！走。三倍，我给你们出三倍的价钱，找你们做这件事情的人给你们多少钱，我给你们出三倍，我马上就给你们转过去，咱们之后各走各的道，就当没见过。大哥，你别听这小子瞎胖胖，他一听就不讲究江湖道义。你们先把他松开。我们好好聊。我懂了、啊、看来这小子挺值钱啊。是吗？那我要是不讲江湖道义的话，可就不是三倍了。怎么着也得把我退休金一次性补齐了。行，开个价。50万。100万。哎，对，100万。必须现金。现钱啊。你在这看着，我去拿钱。大哥，你搁这看着，我跟他们去。你啥意思啊？我也看人家这活轻松嘛，求贤长出跋涉呀。不是你信不过我呀？咱俩哥这么多年哥们，可你不相信我？这我不，我什么时候看过你啊？我比你小两个月，你叫我是不是？啊！我打人！靠！
别挤呀、啊！别扒着我，好疼啊！你这个人，宫里面的人是不是他？是他是他是他！大哥，赶紧带我们过来，把我放了吧！这我愿意找个五眼凳。我认了，完了。走吧，他们跑不了，这地方难找，去给警察带路。你后面那个，开玩笑吗？大哥，姓靳的，都怪你，门也不锁，门也锁他们一下。啥路在我你干啥？你现在啥不锁？非要现在直播吗？要不等他胳膊好点儿？他又没事儿。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儿？不过，第一次曝光必须在艾迪身上直播。金总，前台电话都快被记者打爆了，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采访土豆老师。让他们关注爱迪生的土豆人专业吧。好的，金总。行了，开始吧。Hello， 老铁们，先给大家报个平安，我手没啥大碍。医生说只是肌肉拉伤，休息几天就好了，相信过不了几天就可以在直播间给大家跳舞了。案子的话警方已经在调查了，相信大家蹲一蹲就会有结果了。感谢你想到这事儿因祸得福了。这是一场冒着老鼠的游戏，无法逆袭，这是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游戏。可悲的小嘻嘻，我不想听不想看，什么都看不见 Like a fool， 我不想逃不想跑，什么也不想知道，为什么要值得看这眼醒来的孤独，你的比谁都清楚，你天生具有吸引力，你的出现在梦里，默念着注视着嘲笑着，原来我毫无抉择，虚伪的功利的逞强的笑。这玩意儿停在 99% 已经三个月了，一动没动过，这好解决。安总，我们签约艺人的费用快要用完了。这么快？是啊，土豆老师结识视频曝光后，好多艺人都找到我们签约，所以支出一下增出很多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这问题好解决，我投资款怎么回事啊？你找思航呀，你找我干嘛？跟他们已经没关系了。哎呀，思航的人说了，只要你回去，那我投资款不就解决了？等会儿。你刚刚说这件事好解决什么意思？只要投资款到账，就我拿密码就给你解开了。什么？你其实这玩意儿根本就没有什么狗屁散发匹配，是不是？全都是你在教我。这位是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 K 博士，这位是金总。你好 ，K 博士。幸会金小姐。K 博士，真辛苦你跑一趟，你的事儿会替你问问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这个手环，我改天就给你。等等。手环？什么手环？这个手环吗？这个手环是你们公司的。你早就知道了。我其实我。为什么是我？就其实这件事情那我再解释一下。因为他。其实是不知情的，因为你其实是我在资料库中精挑细选的，因为我觉得只有你才能治得了他，所以这个手环是你主动给我妈妈的。嗯，讲的还挺准。
佳南，其实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，就是他是这样，然后就这事情他不能完全怪我，我别动手行吗？你这算什么魔法，别跟我装疯卖傻，兄弟没有尴尬。请问是金小姐吗？安后对当你没有办法，怪我学不会表达。好，我给你的爱不只是作秀的吧，我想你明白我懂心灵的密码，我给你的爱不会就这么作罢，哦，这是对你的无声的牵挂，我给你的爱你当我作秀的吧，我是她男朋友，是不想气氛尴尬，我的你的爱不会就这么作罢，哦，不要你回答，我想你懂得，爱不只是作秀的吧，这才是我眼中的明白，我懂心灵的密码。感谢收看，欢迎点赞和关注哟。